就是干了点活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哥啊，哎，你嫁到我们老范家这么多年，头一次干活，太难得了。行了，垃圾我帮你倒了去啊。你站着，放下，你放下吧你。哎，我今天累死累活干了一天了，你下去倒垃圾去，街坊邻居看见了还以为你干的呢。什么玩意儿？别给我抢功，去你的吧！哎哎，二姐夫，哎，你说你今天这么反常，你是不是做啥亏心事了？你要是犯一般的错误，我二姐都不能这么惩罚你。说吧，干啥了？我干活了，我就这么单纯。哎呀！什么人、啊？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太阳打西边出来喽！哎哎哎，老公，哎，你看我给你照这几张怎么样？太好了，马上发朋友圈，让全世界都知道钱瑞峰干活了。好嘞！哎哎，等会儿，媳妇、啊，帮着我把这垃圾倒了去，快！哎，我们俩可是亲两口子呀，我怎么能跟你抢功呢？有句话说得好，爱的最高境界就是成全。老公，哎、干就完了。哎。看我这媳妇儿就这么可爱，但是有个问题啊，小区的垃圾桶搁哪儿我不知道。我回来了，垃圾桶回来了。哎呀，大姐吧，这边。哎，你看，怎么的啊？惹祸了？咋的？要离家出走啊？你见过离家出走带着垃圾袋的？这什么意思、啊？我要倒垃圾去啊！你干活了？啊，我干一天活呢。你真干活了？你看垃圾桶搁哪儿啊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，陈胜峰啊！你让我对你刮目相另眼看啊！这辈子没见过你干活，我就问你，那垃圾桶搁哪儿啊？你都住这么多年小区，垃圾桶在哪儿你还不知道吗？你不常批评我吗？陈胜峰乱倒垃圾，就是不往垃圾桶里倒，所以我不知道垃圾桶搁哪儿。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啊，你就是让我给你倒了去，是不是？快快快快，真是累了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干点活你还得使唤人。大姐夫，大姐夫，你帮我倒垃圾，特别的感谢啊！要是遇上街坊邻居了，街坊邻居肯定问你啊啊，赵刚子这么勤快啊，又打扫卫生啊，给家里边，你怎么回答呀？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你犯什么玩意儿？是我大姐夫吗？怎么了？你得这么说啊！你说街坊邻居们啊，这个活可不是我干的呀，啊，都是我二妹夫钱润峰干的呀。哎呦，把他给累的呀，咔嚓晕倒了，爬起来擦一把汗，咔嚓晕倒了，爬起来擦一把泪，咔嚓晕倒了，爬起来擦一脸血。是不是？我咋还出血了呢？我跟你说，就你这个摔法，摔出血都是轻的，不摔死就不错了。大姐夫，哎，说这意思你明白吗？明白你的意思啊，你就说这活是你干的，我就是负责给你当个运输。对，我是劳动组，你是运输组，我不跟你抢这个功劳。谢谢大姐夫啊。哎，哈，看看劳动最快乐，我再检查检查，看我们家还有没有什么旧的、老的，放在家里好长时间没有用的。我都给他扔了，你扔我吧。爸呀，我就是那搁在家底下老长时间没人用的。你是我们全家手心里的宝。不能扔。不是，你这大半天在家折腾啥呢？乒了乓了。我打扫卫生扔垃圾呢。扔垃圾呢？那你闲的啊？扔垃圾在那好好的招你了。哎，惹你了？咋的？没事，你聊着他干啥呀？不是爸呀，我干一天活，怎么的扔个垃圾你还不高兴了？扔了不高兴，你过来，来来来，我问你点事儿。咋的了？这是？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咋的？咋的了？爸呀，咋的了？我跟你妈那床铺是你折腾的不？我收拾的呀。那上面铺了一个老羊皮袄，你给鼓到哪儿去了？啥老羊皮袄啊？你别给我装糊涂、啊。我没看着。我告诉你，顺风，这事儿可不能装糊涂。这可不是一件普通的皮袄啊。啥呀？这话得说是想当初啊，你妈啊，他们家祖辈就传下来这么一张老羊皮。哦哦，后来你妈就用它给他爸爸、啊、也就是你姥爷，我姥爷缝制了一件皮袄。皮袄就是这个皮袄啊，风风雨雨陪伴了你姥爷好几十年呢。哦、啊、特别重要，可不能扔啊。不是，不就件破皮袄吗？扔就扔了呗。你说的便宜，还扔就扔了呗。我告诉你啊，1993年啊，
咱搬家的时候啊，我扔过一回。啊，咋的了？哎呀，你妈跟我是暴跳如雷呀、啊，那是劈头盖脸的跟我没完没了啊。咋的了？差点把我的皮扒下来做皮袄啊！哎呀妈呀！哎呀，这让你妈知道是你给整没了，那不得把我的皮给扒了啊？你那皮才多大呀？顶多够做个帽子。不是爸呀，你赔得起吗你？爸呀，你要这么说呀，那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啊，我不是我干的。这谁干的、啊？你看我在家里，我就是参加劳动，是个劳动组的。啊啊，还有个运输组的呢。不是你们这机构这么庞大吗？嗯呐，运输组都那组长是谁？大姐夫赵刚啊。啊啊！我就跟他说，该扔的扔，不该扔的别扔。他可倒好，全扔了。他就不可能全扔了，回来了，行，爸你在这儿呢。哎哎，顺风，放心啊，全扔了。看着你辛苦了哈，没事儿，挺勤快呀、啊，都是我应该做的。爸，这事儿不是我做的。来来来，爸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。爸，你是不知道，嗯，这活全是人家顺风干的，全他干的。你知道吗、啊、干了一天呐、今天顺风非常辛苦、累的是实在挺不住了，干着干着咔嚓摔倒了，起来擦一把汗接着干、干着干着咔嚓摔倒了，起来擦一把泪接着干，干着干着咔嚓摔倒了，起来擦一把血接着干，当时你没看到的地板全是顺风的血呀。你说这些乱七八糟的干啥？哎，你不是让我说的见着街坊邻居的怎么说吗？那爸也不是街坊邻居啊，有啥说啥呗。是爸，就这么说，活全是人家顺风干的，跟我没啥关系，我就是负责运输了。停，最关键的，爸，妈的那件老羊皮袄就在大姐夫的最后一句话里。不，他咋说的？你再说一遍，我就是负责运输，就是他扔的。我听不好，你知道你运出去那是啥吗？啥呀？我跟他说。哎呀。爸呀，你别难过，你别生气，大姐夫你惹祸了，你出大事儿了，你怎么了？你把妈的一件宝贝给扔了，啥东西啊？我这么跟你说吧，啊，妈祖传的有一张老狼皮啊啊啊，哎，羊皮啊，羊皮啊，妈啊，就给咱姥爷，就是他爸爸做了一个羊皮袄，啊，风风雨雨陪伴了咱姥爷几十年呢，对，1993年，爸不小心把这件羊皮袄给弄丢过一次。哦、你猜怎么着啊？妈劈头盖脸暴跳如雷把爸的皮就给扒了啊。不是，这不是，这就是后来他逼着我花1块钱又从废品收购站收回来的。哦，你又把皮给赎回来了。对对对，你说你今天给扔了，大姐夫你看着办吧。你爸不是，哎，这怎么成我的事儿了？顺风了，不是顺风，这刚子，这事儿好解决、哎、啊！你扔在哪了？你捡回来就完事儿了。行行行，我马上。哎呀，爸坏了，捡不回来了。为啥呀、啊？刚才运垃圾的车正好来，把垃圾全运走了。哎呀我，大米粒、二米粒、小米粒，哎，来来来，出来吧，出来吧，老范得出大事了，大姐夫捅了大娄子了。大姐夫，你出大事了！我告诉你。哎呀，钱顺风，大祸了！钱顺风，别来吵吵把火了，坐，都过去。大姐夫啊，别听他瞎说，有什么事儿、咱们一起扛。对，我们姐仨帮你一起扛。老公啊，我相信你啊，说，什么事儿？那个，就是我把妈的那个一个宝贝给弄丢了，妈的那个老羊皮袄让我给扔了。老羊皮袄、大姐夫你自求多福吧。大姐夫啊，祝你平安。媳妇儿，你得给我力量。大姐夫我没劲儿。这怎么还像啥了呢？这爸呀，情况你可都看到了啊，钱顺风这是当众给我挖坑啊。跳吧，咱家你妈最疼你，这事搁我跟顺风身上我们都受不了啊。爸，你这么大的事儿那我也受不了啊。妈回来了。妈回来了。妈进来来。哎呀，你说这哎呦，这情况也不对呀。你说我老太太出去这么会儿功夫，你们
咋都这么安静了呢？钱顺风，是不是你又惹祸了？怎么老，怎么咱们家一惹祸就是我惹的呢？哎，让街坊邻居们看看这个台形，这个造型，谁惹祸了？你看不出来呀？妈妈，我惹祸了。妈，我惹祸，妈没事，我身体好，你动手吧。不是孩子，你说啥呢？这是？是这样的，妈妈，我把您的一个宝贝给弄丢了。啥宝贝呀？就是从小跟你一起长大那个披着羊那个羊了个皮那个皮那个羊，我给弄丢了。哎呀，是这么回事，我把你那个老羊皮袄给弄丢了。赵刚子，哎，你看见那个皮袄了吗？没有。你看见那皮袄？我没看着，他扔的。钱顺风，你是不是又给你大媳妇挖个坑，让他往里跳啊？啊？妈，是不是？妈，我，你让我说句话，这回没人给我挖坑，是我自掘坟墓。妈，没事，我身体好，你动手吧。疯了吧？我明白了，孩子们呐，实话跟你们说吧，那羊皮袄啊。妈拿走了。哎呀，赵刚子，两年前你还记不记得你跟妈说的那个物件啊，老了，起虫了，掉毛了，铺在身底下不健康了，你让我扔了，是你说的不？哎呀孩子，你说对了。今天早晨呢，我把那羊皮袄拿起来一看，那领和那袖啊都糟的不像样子了，所以呀，我就拿到街里找了个裁缝。你说这裁缝帮我给你爸设计了一个皮杆件啊？哎，老头子，看着没啊？天凉了，你呀早啊晚呐都爱出去遛弯，你把它穿上，这个东西又暖前胸又暖后背呀，可暖和了。妈，谢谢你。哎呀，跟我还客气啥呀？那俩袖呢？那袖不就袖头的犯点毛病吗？袖在这儿呢。没扔啊？没。你每次上夜班回来，你都说你膝盖疼，我就让姥姥把这个袖子改成了护膝，这样你罩在膝盖上，你就不疼了。哎呀。多好，谢谢闺女，你就是爸爸的小棉袄，你是爸爸的贴心小棉袄，有了你这个小棉袄，爸爸浑身热的不要不要的。我是爸爸的小棉袄，大家是姥姥姥爷的小棉袄。对，看我孙女说的多好。是，行了，咱家今儿个这问题解决了，解决了，解决了，解决了。师傅，哎呀，没事了。师傅，哎，你今天卫生打扫的太漂亮了，这我应该做的。真的，我一看你，你大姐夫干活不是你的对手啊。他不行，我估计你做饭也没比他强。对呀。哎，我提议啊，让钱世峰做一顿晚饭怎么样？好。是，妈要吃排骨，我要吃粉条。我要吃豆角，我要吃土豆，我要吃西红柿。哎，给你们几个做个乱炖不完了吗？哎，我们等着了啊！吃乱炖喽。那个师傅啊，哎，他们的菜比较复杂，我这菜比较简单。你要吃啥？来个烤全羊吧。你回来吧。啥烤全羊？我不会做饭，你也不是不知道。那不行，你都吹了牛了，全家人都答应了，你这事你得干。哎，大姐夫啊，过来，我跟你说个事啊。行不行？你说话算数不？我一言为定。好，你放心吧，饭你不用管了，我来替你做。看见没有？我又给他挖了个坑。赶明儿请你们吃饭啊！